什么嘛，让我看中医还要自身情愫，就我这样不得穿帮才怪啊。不行，我得回去问清楚，不然的话不能帮他出面。秦小姐，你知道你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吗？我知道。胎儿已经成型了，发育一般，看你的模样不大像怀孕三个多月的，控制饮食了吧？你要注意，胎儿在孕期可不能缺乏营养啊。要知道你的体质可不是容易怀孕的，你三个多月了才来做第一次产检，你要是真想要这个孩子的话，可不要儿戏啊。我知道了。姐，喂，护之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家。你怎么还在家呀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做不到。姐，你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过几天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。都答应我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现在可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这么严重。护之，姐求你了，姐求求你还不行吗？你就帮我这一次，过几天我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的。我知道了，其实我也只是想回来换件衣服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穿的实在不像情愫。姐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，不会不帮我的。行，护之，你赶紧换衣服，我现在就回去接你。这给我把嘴画得也太红了吧！你不化妆的话，肯定会穿帮的。你只要化了妆，然后少说几句话，应付几句，没人会发现我们是两个人。这女孩是谁啊？这是江村的妹妹，你不用搭理她。你只要能应付江村两句，之后我们就在咖啡店里碰头。姐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瞒着江家跟我呀？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，就算你是我姐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会生气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你解释的。谢谢你了，我的好妹妹。我们一起来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难做，看来我没猜错，走吧。江村，感觉在哪儿见过？何志，现在能帮我的人只有你了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心率有点快啊，你最近心脏不舒服啊？可能是早上喝了咖啡，就是有点心慌。安医生，你说他心脏怎么了？别紧张，现在脉搏平稳多了，
可能刚才有点心慌，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？嗯。英苏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儿啊？肝郁气滞的厉害啊。这个都能看出来啊。当然了，面相骗得了人，脉相可骗不了。是不是江村让你生气了？阿姨帮你说他啊。英苏，你现在就得放松心情，你的首要大事就是调理好身体，赶紧生个孩子。小王，把这个药去煎一下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这是安医生给你的保健品。啊，知道了。公司等着我去开会呢。我也有急事儿，那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有件事想跟你说，我没有生孩子的打算，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你知道就好。你不说话，我就等默认了。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啊？这什么老公呀，这么冷血，一点都不关心老婆。哟，没想到我的嫂子秦英素，你还会抱怨呢。嗯，抱怨两句不是很正常吗？说什么冷血动物，不关心老婆，原来你秦英素的骨子里是一个怨妇啊。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既然我能在这儿碰到我的嫂子，那说明是缘分呢。正好我还要去逛街呢，要不一起吧？我可以给你买礼物。我。奶瓶一要几百块钱，花的又不是你的钱，你吃惊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才几个小时没见，你吃消药了，吓死我了。这些我都要了。好吧，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，希望你能早日怀上我们江家的大宝贝儿啊。啊，你这些全都是买给我的？当然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猴年马月能怀上，但是我们有备无患啊。在咖啡厅见面吗？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不会江家人发现什么了吧？还不是你那个刁蛮、任性、无理取闹的小姑子，非要拉着我逛什么婴儿用品店，分明就是挖苦你啊！姐，你在江家都过的什么日子？还有你那个老公，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，什么老公啊？还说，说什么？他说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今天可把我气晕了。哎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别生气了。坐。那江家人发现吧？没有，我也不想让他们以为你有个穷亲戚要到江家打秋风。别说这个了，姐，你到底今天有什么急事儿不能去看医生啊？你也看到了。江家人全都这么难对付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拉你来当救兵的。
咱家人一直就希望我怀孕，可是我看了各种方子，吃了各种药。前几天检查身体，还检查出一些小毛病，我也不敢跟家人说。毛病？什么小毛病啊？现在在复查，结果要过两天才能知道。我也是不能……哎呀，肯定不会的，姐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反正呢，孩子一定要生的，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